各位同学，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下的故事就是不来卖我吹，你们都听过这个故事吗？跳拜跳拜呢，有一个那个农场地图啊，给取为一个梨耶，梨耶的叫声怎么叫？驴子。对，给取为一个梨耶呢，给就是专门天数来开东西。啊，不过啊，都养的时间看到已经较老诶，老诶过后就摆唔养诶。家个主人就讲呢，阿娘会发叫老去卖脱，伊就暗不养的时走出去，结果就想到，无阿娘会发，阿暗好严哦。就行来哩不来买，哎，你来注意个屋最好诶。伊就行啊行行啊行，拄到一个猎狗都在逃避诶。猎狗咪讲，后摆啊，我都会皮定阿个主人啊，叫下去打猎。暗过啊，一下眼是已经老诶，无办法打猎嘞。主人呢，没爱耶，那次都动伤心，他就老叫一个，没爱娘好的呢，那我去到不来没住我嘴哦，你要听我听下来的吗？没好哦，爱呢当好大爷的天音鼓，没爱娘，我听你听下来好的，行啊行的，哟，我看到街道边有一个美味都给动作都叫子啊，美味就说那还跳上架哈，那是动不着露出的哦，露出的切腿，只有唔够矮的强数，唔够矮也好露的，做唔到露出的。那个主人讲，我人爱得多好巴肚呢。你的老叫的就问咩话个？你要听爱听下来的不来嘛？注意跟我吹毛呢？嗯，咩好哦？听下来哩，佮特别有新的人生好诶。不说佮三傻。你耶，结尾每位就向下个进行，进行，进行，行到一个神拿地图，结果忽然给我看到，因为这件布个蛋糕，原本有一个结果都给呀 ，go go go， 我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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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一个结果呢，他就讲啊，后生的时间咯，那是当你早晨头都会准时 ，go go go， 还挨个主人好去了，不过挨也好老诶，无办法做到诶。主人公啊，天公你又会抢人家来，然后走去吃太猪脚汤的啦。结果后来其他人又问他什么？你要人来叫他来，你不来嘛？注意个恶吹毛呢？结果佮四个同伴呢，就叫他个进行进行，想要来你不来嘛？住恶吹。我行到圣纳迪都的时间，发现到，你跳落山呢？蛮娘就前面跳树诶，安尼来水母好诶。睡到一半的时候呢，忽然间。他就看到因为艳艳的手才有一个贡献呐，因为有一天不给都给倒闭耶，可能个地图会有东西好色咯。好，家头就夹行过去，结果一看，看到么个，家头发现到都要一部个地图全部都会强拖，做蛋糕又加摆点澎湃的料理，蛮牛好诶。Andy 啊吼，来变做一个吓家头个怪物，老家头吓者，你下个世界啦。李岩呢都最大下，天一层呢起得裂叫，每位梯三层，耶结果都最蛋糕，一、二、三，呀！世界发生么个事情呢？所有个强盗啊，就不给喊到下到明下是走枪枪你们好厉害哦！马上就把强盗给吓跑了。不是那个世界东部啦，就东部去入到亚个部个地图，开始是亚澎湃的料理。是包围过后，过了天波关铁，我来睡梦。但这个时候呢，强盗就想说：“我来再去吓亚掉，扣扣扣扣扣扣。”无想到啊，强盗一日把来的时间，每位呢就老亚用塑造用诶，唰，我每位走啊去，叫我点啊去。啊！你个一个老给点下去，哈、啊，都吓都明吓死，永久唔敢够多赚了耶。从此之后呢，两个包括你个每位结尾老结工全部就带到给倒闭的呢，开始做个当平安给你的故事就都要倒闭的结束的。四个通物有几下就给聪明才智，土狗几下就给美技，同时开始几下就给新的人生。所以当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可以找朋友一起来讨论，看看有没有最好的解决方式哦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好，爱的鼓励，我们今天要下课喽，来，预备，起。